蹭饭第一集。今天我们来到雨田镇，我们今天找一位有缘人，看我们今天能不能蹭上一顿饭。走。没吃饭？你住哪里啊？住这里啊？有没有饭吃啊？家里啊？我也没吃饭。没吃饭你就去吃啊。想去你家里吃个饭呢。我都不是在家吃饭的。你在不在这里吃饭？哦。你好，大姐。您这边吃饭了吗？我说您吃饭了没有？我说你干嘛？干嘛？是这样，我走这边过，就是我也没吃饭，能不能在您这里吃个饭？没有，我们煮那么多饭。没有饭啊？那好吧，那打扰了啊。阿姨，您吃饭没有啊？中午吃了什么啊？吃肉啊。吃肉啊？那你伙食蛮好的。家里还有没有剩饭呀？没有是吧？好。奶奶。你好，您吃饭了没有啊？没有哦，几句了，进进来。还没吃饭？我也没吃饭呢。我走这里过，我也没吃饭，能不能在您这里吃点饭呀？我们两个人，可不可以？你还有敢多烦我？好。可以啊，真的。那我们就在你这里吃的。许多次我就烦我了。有啊。你又反驳哥哥了，我又反驳了。有饭吃是吧？你好，大哥，我们路过这边的，想来你家里蹭个饭，可以吗？有饭吃吗？来，你家里有饭吗？有多剩？好多饭吗？一碗了，哥哥。给我看去，刚吃。我们只要吃一点点就可以了，阿姨。随便吃什么都可以。啊，你有这个不用再煮了，有这个吃就可以了。我说不用另外煮了。啊，我们有粥啊，有粥都可以，煮了不用另外搞了，吃这个就可以了。可以，我们就看到什么就吃什么就好。好吧，好。阿秀，我说在你家吃点饭啊。你去哪？去哪个？去边走。哎呀，我们到处走，都去找，真是的，麻烦了。我帮送的，拿地啊，地人许多的送啊。可以的，可以，谢，赶紧走开。麻烦了，有点麻烦了，大哥。哎，谢谢，麻烦了，好，谢，感谢。接啊接啊，好，那辛苦了，接。好，谢谢奶奶哈，谢阿姨，好，不客气了，我们。哦，那我喝一点粥，我喝一点粥。还有粥是吧？对，你煮很热。好，来，老公，饭给你了，我喝一点粥，哎，对。啊。哦。可以，没事，菜也够了。够了，够了，够了，谢谢，感谢啊。这个稀饭的。哎，我吃一点。这够了。谢，我吃一点稀饭就够了。哎呀，你。谢谢啊，大哥。吃，慢慢吃。啊。哎，你去煮啊。嗯，我够了，我吃粥够了，嗯。吃啊，有的稀饭啊。啊。哎，你下，今年多大了？七十三了。七十三了，嗯。哦，大叔嘞？啊，叔七十五了。哦，你们这个村都姓曹的是吧？哎呀，是。哦，好，阿姨心地善良啊。心地善良，给脚还不疼啊？哦，这是脚不脚痛是吧？哎，不痛啊，不舒服啊。哦，脚不舒服。几个小孩啊，阿姨？四个小孩，嗯，啊，有福气，有福气啊！这个大哥是第几个啊？第二。第二个，嗯，啊，慢慢吃啊，啊，那麻烦了啊，大哥。我们都吃饱了啊，慢慢吃。好，饭不够就吃点稀饭。够，饭再不够我就煮个面条给你呀，可以。不用，可以啊。嗯，可以。我们也是今天也是晚了一点，刚刚吃完。嗯嗯，对呀，刚好过了这个饭点。嗯，感谢啊，感谢。没事。嗯。还卤没？从联达那边下来还是从哪里来？从这后面，从那个走开车还是走路啊？开车。开车。雨田。哦。从雨田镇上面来的。好，你先忙啊！我不讲客气的。我既然开口了，在这里吃饭，我不讲客气的。我客气一点吗？对啊，不讲客气的。嗯。有很多人来，我有给你，我是给你来的，我说。哦，就是，
炒，那是炒饭的是吧？啊，就在螺蛳，我弟来过，那个盘子装啊，螺蛳的，啊，婆啊，又婆饭呐，不是。哦，这是阿婆给人吃的，嗯，哦，你都给，给你吃，嗯，非常善良，阿姨，好人好报，哇，谢谢啊，大叔，我先去了，哦，你先吃了，好，你不是不是把饭给我们吃，自己就吃点稀饭呢啊，哦，阿姨那么好，他给饭给我们吃了。他自己吃点稀饭啊，他吃了点粥，吃够够了。阿姨把饭给我吃了，他自己吃了点粥。对，啊，我们首先都不知道他们还没吃饭啊。嗯，我以为他已经吃过了。嗯，阿姨真的感谢你了。哎，我啊，谢谢啊。今天过来这里啊，这个阿姨非常的，这个阿姨非常好，我们成功的蹭饭成功。走，我们去报答一下阿姨。嗯。一点心意，一点心意，拿着，吃个便饭，这个便饭在这。你非常的善良，这是我们一点心意。哎呀，多谢多谢，谢谢，大哥，还记得来，谢谢，阿姐，谢谢，还记得来哈。啊，好的，那我们先走了啊。好，祝你身体健康，健康长寿，再见，再见，再见，好，再见。门锁着门的没人吗？我是昨天。在这里，叔叔阿姨好，哎，叔叔阿姨好，哈哈，这么乖，这么乖，你爸爸在哪里？不在啊，哦，这样子，来，给这牛奶给你，啊，来，坐一下，好久不见你了，哦，你坐旁边，我坐中间好不好？一边一个。是啊，这段时间，好一些了。我看到你这脸上好了很多，是吧？啊，然后的话有没有经常发病呢？没有是吧？哦，这样子是吧？好，那没有懂事了。谢谢小弟弟，今天放假是吧？爸爸跟奶奶都不在是吧？哦，叔叔这次刚好走这边过来看你是吧？有没有什么想要的东西啊？没有是吧？啊，哦，这样子，上次，还是有很多叔叔阿姨啊，好心人士，那个，如果你爸爸跟奶奶不在的话，这里有1530块钱啊，然后再好心叔叔阿姨给的。我就掉到你手上给你好不好？啊，但是爸爸回来了，你再给爸爸好不好？好，来，让妹妹、让姐姐拿着。好，啊，嗯，那个的话，我这如果爸爸跟奶奶不在的话，我们也走了吧，我们就走了呗。我下次再过来看你好吧？好。啊。叔叔，不要走，带着你吃中午饭。带着你吃中午饭。大家吃中午饭。啊，你爸爸跟奶奶都不在啊。我跟姐姐煮饭。你跟姐姐煮饭？啊，那准备做什么菜啊？青菜。青菜啊。嗯。那老婆在这吃饭还是怎么样？那就让小弟弟做成饭给我们吃了。真的？你还会做饭啊？会。会啊，那行，那我们就不走，试一下你的手艺。啊。钱拿好是吧？钱拿到手。叔叔，你准备洗青菜是吧？嗯，不错。云南你的手艺啊，青菜烤肉可以啊，好吃啊。爸爸回来了。嗯，可以，可以，不错，还可以啊，不错。不错，哎，这个饭菜可以，吃完了，差不多了，我们走了吧。好的，跟他说一下，啊，我们走了啊。是，我们走了。啊，再见，好好的，那好吧，等爸爸妈妈回来，等爸爸。啊，怎么了？我会把菜给谁点的第一个吧？不用，你们自己吃，听到没有？你们自己吃，走了。要的。嗯。
人类水涂满了双眼、哎、他们两个都挺一只鸡出来。你在干嘛？给自己得两公斤给他。只要你的平凡。哎呀，真的是。嗯、自信自身我那衣服都烂了、嗯。你再给500块钱给他们。那里你拿，在你那里有。对呀、啊，再给我。不用了，我都说你们回去吧，好吧？你到时候你跟爸爸说，到时候这个这里有500块钱，嗯，拿着买衣服，知道吧？然后的话，这个鸡你拿回去跟爸爸奶奶说，到时候我下次过来了再杀鸡，好不好？再拿给我吃。好，跟爸爸跟说。是回去了啊，有神的光啊，好，拜拜。